晚上看了一个电视，是被人误解，他的心情不好受。据说你和被群众等待救助，灾难里都好。昨天晚上，杭州西湖也飘起了盏盏荷花灯。自己的妈妈。起来，在此危难时刻，他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，共度难关。阿尔及利亚大使格林，考验以最快的纸船祭奠亡灵。贵阳市民也在点点烛光中寄托自己的爱子。在山东潍坊，市民用两天两夜的时间赶制出了512只孔明灯。在广州，一些市民在烛光中为遇难同胞守夜。大家都怀着一个就是为那个受灾的那些四川人民一种祈福的心。